经常瞓得唔好，其实除咗烦扰嘅鼻鼾声、瞓醒后冇精神、瞌眼瞓、头痛等等，都可能因为睡眠时呼吸不适而引致。Philips Dream Station 系列睡眠呼吸机就可以随着用者呼吸变化同节奏，自动调整输出压力，令用者呼吸畅顺。它的 Easy Start 功能在首次用机的头30日，可以根据用者的情况逐步提升气压至处方度数，令初用者可以逐渐适应。另外亦有每天进度评估，显示用者前3日的睡眠时间和状态，掌握自己每晚睡觉的情况。不想有得睡但睡得差，大家就要留意自己是否受到呼吸不适影响，找专家帮手重拾健康睡眠啦。 Philips